你而家听紧嘅咧系圆网台，我系生食食出新生同埋绿色心灵力量嘅主持周小祥。我哋平时饮嘅水都充满咗重金属、杂质、氯气同埋细菌，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除咗可以清除以上嘅杂质之外，仲可以活化水中嘅信息。健波能量活水器，生命之源，健康之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Diana。今日会继续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同大家分享一啲最新嘅自然医疗资讯同最新嘅发现，等你同你屋企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嘅人生。Hello， 袁医生。Hello， 大英娘你好，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哋今日咧会分开三节咁讲，我哋有三个细嘅题目噶、哦。咁第一个咧就系癌症治疗嘅祸害，第二个就系乳房 X 光检查。害处多于好处。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咁呢三节都系关于癌症㗎喎。咁大家都知道其实而家我哋普遍用緊嗰啲癌症治疗嘅方式都会好多副作用㗎喎。係啦，咁好多人都有种感觉下，或者已经知道呢，其实呢有时你去做开刀啦，咁开刀呢就会令到嗰个癌呢系嗰、那个扩散都好快嘅。咁、其实唔系只系只系开刀会有呢个问题呢，其实基本上呢所有现时医学所用嘅干扰性嘅方法呢都会引发嗰个癌细胞嘅蔓延呢、而反而好多自然嘅工具呢系有机会呢系倾向呢系可以抑制嗰个癌细胞嘅转移嘅。好啦，咁我同大家讨论一下呢，其实目前嘅好多下医疗癌症嘅治疗方法呢，其实个副作用好多嘅。咁但点解呢啲资料我哋咁难可以攞得到呢？即係要需要我哋个网台，我呢啲咁细嘅网台嚟到透露呢个资讯。咁其实好多时候呢係喺我哋所谓叫做喺癌症嘅研究里面呢係好多利益冲突嘅。亦都好多係金錢嘅關係呢，係即係喺嗰個研究人員同埋嗰個藥廠裏面嘅金錢關係呢。咁結咗呢，好多時候呢我哋得到嘅資訊呢就報道話，好多呢啲咁嘅我哋所認識嘅化療、電療嗰、那個開刀呢對癌症呢係有好嘅，有好嘅嘅用途嘅。咁但事实上呢，其实往往呢个系全部系错嘅，系一种误导我哋嘅。因为因为呢系嗰啲研究人员呢都系受雇于下嗰啲药厂，叫佢做呢啲咁嘅研究。咁所以呢，通常呢啲研究做出嚟嘅结果呢都系呢系帮，即系偏帮个药厂嘅。而真相就其实唔系咁样嘅。咁嗱，我哋知道啦，好多专家呢发现啦，我哋咪成日叫啲人去做嗰个乳房嘅尸检啦，同埋嗰个前列腺嘅尸检啦，系咪叫做嗰、那个做嗰个 PSA 啊，或者乳房个检查啦。咁我哋其实已经发现咗咧，咁多年嚟啦，推扬咗吓，即系我电视台成日都系已经睇到啦，叫啲女性咧系做呢啲咁样嘅尸检，乳房嘅尸检、X 光嘅尸检咧，其实而发现到咧系完全咧系冇带来呢啲癌症嘅死亡嘅降低嘅。Okay？ 咁反而呢，好多时候呢啲咁嘅事件呢係导致呢好多时候呢就係、是、过多或者过分发现呢啲瘤种，而导致呢係过分嘅治疗。咁、而我哋都同大家都分享过啦，其实好多呢啲治疗呢係本身呢係会带来个病人呢係早死嘅。咁所以呢我哋要大家要小心啦。无谓嘅检查，已经证实冇效嘅尸检呢，其实係越做呢係越危险嘅。Okay？ 好啦，咁仲有我哋成日都睇到啦，好多啲病人呢係到臨嬲尾呢係即係尾期嘅癌症啦，通常呢係痛得好犀利，係
西医只系采用咩方法咧？就用吗啡，系咪？用吗啡嚟到止痛嘅。咁我哋吗啡其实咧系用喺癌症嘅治疗咧，已经用咗成即系200多年嘅时间噶啦。咁最近咧，我哋研究人员发现咧，呢啲吗啡咧系会刺激癌嘅生长，亦都刺激癌嘅细胞嚟到扩散嘅，而令到嗰个病人咧个生存时间咧系减少嘅。啊，呢个觉唔觉得系即系觉唔觉得可笑系咪？好多时候咧，我哋发现咧，癌症嘅病人到尾期咧，佢都冇咩做得嘅话咧，咁啊只系话咧佢食住吗啡咯，止住痛啦，系咪？等佢慢慢地即系慢慢地过啦咁。咁但细估唔到咧，原来呢啲吗啡咧系会令到嗰个癌症嘅系更加刺激癌细胞成长，会缩短嗰个病人嘅寿命嘅。咁但系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其实我哋过去都报道过噶嘛，有啲咩方法系更加好嘅咧？用大麻系啦，咁我哋喺我哋节目过去咧，都成日都讲过嘅。原来咧喺好多年前咧，系我哋一直都发现咧，系原来大麻咧，当然你可以用吸嘅大麻啦，或者用大麻嗰啲榨出嚟嗰啲提炼出嚟嗰啲大麻油啦，甚至乎咧系大麻咧榨汁，先榨大麻个一个植物咁榨汁咧。其实咧，原来都有好好嘅治疗嘅功效嘅。咁大麻咧系能医百病，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咧，喺好几个月之前咧都同大家分享过噶啦。有大麻其实可以医280多种病，咁同埋咧，原来对大麻咧对癌症咧系非常之好嘅，远远系好过用吗啡嘅。咁我哋初咧早期咧都谂住咧大麻咧系有几类啦。咁我哋有啲系佢就有即系、就是、有啲所谓对我哋有啲即系安，即系令到我哋 high 啦吓嗰种作用啦，因为佢有 THC 嘅成分啦，咁所以被禁得好犀利嘅。咁仲有一种大麻咧，其实叫 CBD 啦，endocannabinoid 呢一种咁样嘅大麻咧，咁我哋都原来咧系虽然系唔会令到你 high 吓，但系咧佢原来一样有好强嘅治疗嘅功效。咁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大麻咧，我另外一種大麻咧係工業用嘅大麻咧，通常大家最記得就係做咩？做大麻嘅麻繩咯，係咪？咁呢個麻呢個種大麻嘅麻繩咧，其實喺工業上咧，其實有好多好多好多嘅作用嘅，唔單止做我哋所認識嘅大麻嘅麻繩咧，其實咧可以做好多嘅用品，日常嘅用品啊，做啊杯杯碟碟啊，甚至乎咧可以做建築嘅材料，令到嗰啲建築，譬如磚塊咧。嗰、那個重量係1/6嘅磚嘅重量咧，但係佢嗰個係可以透氣啦，同埋咧係更加堅固嘅。咁所以其實咧，大麻咧喺工業上同埋醫學上咧都好有用嘅。好啦，咁我曾經所講咧，我種大麻咧，我叫做 hemp 啦，其實佢好多大麻咧應該係叫做 hemp 嘅。咁我哋大有時候咧，我哋叫 marijuana 咧，就因為一種可以令到你開心啊嗰種咁樣嘅大麻。但係原來咧，工業嘅大麻嘅 hemp 咧。一样有医疗效果嘅，咁所以你睇到咧，好几次咧，香港咧曾经有间几出名嘅世界性嘅买好多嘅健康用品啊嘅公司啦，咁佢嗰度佢就企图喺香港咧就买一啲同大麻有关大麻材料做出嚟嗰啲衣服啊嗰啲咁样啦，咁啊被人打压嘅，系俾人禁嘅，咁其实照理咧就系唔应该嘅。即系唔应该呢啲咁嘅工业大麻咧都被打压嘅，咁但系咧我哋都同大家讲啦，我哋都预测啦，大麻咧好快咧就会全面咧就被开禁，即系解放噶啦，因为咧就加拿大最新嗰、那个总理啦，Justin Trudeau 啦，咁佢立场咧就一向咧就要将大麻全面合法化，咁希望咧系今年啦，2016年啦。加拿大可以全面大麻合法化啦，咁啊預測咧，希望到2017年咧，墨西哥都可以全面合法化，咁最後咧就去到美國啦，咁2018年啦，咁如果我哋真係可以見到大麻全面合法化咧，其實我哋嘅醫療嗰個咧，可以話咧有一個革新嘅大革命會出現噶啦。好啦，咁我哋亦都知道啦，X 光啦，係咪？好多人咧就用 X 光即係照好多照唔同 X 光嘅。可能照肺啦，最早期啲人照肺啦。咁我亦都知道咧，就其他嘅咧，有好多人咧都系用医学用嘅 X 光嘅。咁而家最近咧，估计到咧，如果好多呢啲咁样嘅诊断性嘅 X 光咧，喺一世里面嘅使用咧，系会令到我哋嗰个人类吓，即系
嘅嗰个癌嘅细胞，癌嘅嗰个成出现咧，系多咗 3.2% 嘅。咁而德国咧，可以咁讲咧，系最高嘅。因为可能德国人咧好兴用呢啲 X 光啊，照乜照乜啊咁样样。咁而美喺英国咧系大概系 0.6% 啊。咁而波兰咧系最细，系最低。而澳洲咧系 1.3%， 即系话咧。因为一般人咧喺一生里边咧系用唔同嘅 X 光嘅进行检查啊，做个尸检啦，系导致佢个癌患癌嘅嗰个危机咧系增加咗嘅啊。咁一般嚟讲咧系差唔多系 3.2% 嘅。好啦，咁最近亦都发现咧嗰、那个我一般咧都系以为咧嗰、那个癌咧可能会导致癌嘅增加啦。咁最近咧喺我哋嘅科学界咧发现咧，佢话咧有时候咧连一次用嘅即系个放射嘅治疗咧，系可以咧系大大增加我哋骨质嘅流失嘅。OK， 即系你做个即一轮啦吓，即系每一即系一个治疗性嘅啦吓，唔系检查性嘅啦。咁佢就会导致骨质嘅大量嘅骨质流失嘅。咁好多时候咧，就做完之后啦，骨质松疏就会出现啦，或者骨嘅坏死啦，或者甚至乎咧骨癌咧都可能会出现。啊，咁呢个咧系比较新嘅资料嚟噶啦。好啦，咁我哋知道咧，过去一直都以为啦，我哋点解呢放射性嘅呢叫 ionizing radiation 啦，嘅呢种咁样嘅辐射啦，系会导致我哋嗰个基因嘅破坏啦。咁因为基因破坏咧，系会导致癌咧就细胞变咗癌细胞啦。咁但有一个新嘅研究发现咧，其实咧呢啲咁嘅放射咧系会影响细胞嘅周遭嘅环境嘅，即系唔系细胞本身嘅入边嗰个基因嗰、那个俾你破坏，系原来细胞嘅周围嘅环境咧都会改咗之后咧改变咗咧，令到将来啲细胞咧。是比较容易咧，系成为癌嘅细胞。咁、所以咧，嗰、那个机制咧已经发现咧，就唔系只不过因为基因俾佢破坏，系原来咧成个细胞环境咧，因为受过嗰、那个辐射嘅影响啦，咁导致咧整个细胞咧系将来咧都系容易成为癌嘅细胞嘅。好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就好多时候咧，我用化疗啦，我上一集咧前次都有提及啦，嗰、那个化疗嘅其实系。是会增进嗰个细胞嘅癌细胞嘅转移嘅。咁有一个好常用嘅化疗药咧，叫做 Taxol，T-A-X-O-L 吓。咁呢个嘅化疗药咧，系已经证实咧可以令到癌嗰个细胞里边嗰啲枝干吓，嗰啲 tentacles 细细个枝干咧，即系癌细胞有多啲手，即系手手脚脚啦吓，就会咧系增长咧。是令到我哋嘅呢啲癌嘅细胞咧，系更加容易咧，系大家咧系黏喺其他啲细胞嗰方面嘅啦。咁即系话咧，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用一个化疗嘅方法咧，先将一个主要嘅瘤种咧系所谓缩细啲先啦，咁啊再跟住咧就再以为咧再开刀容易啲啦，因为可能那个肿瘤太大，系嘛，咁开刀过程里边咧可能会个创伤大啲。咁好多时候一种惯用嘅做法咧，就先用呢个化疗药。Taxol 咧系将嗰个癌嘅细胞咧系所谓整细咗佢，但结果发现咧做过呢种咁样嘅化疗，用呢只化疗咗之后咧，其实咧系令到我哋癌细胞咧系增长过1000到10000倍咁多嘅，即系话咧好明显咧呢啲咁样嘅开刀前嘅用化疗咧用 Taxol 呢个咧系大大会增加癌嘅细胞嘅蔓延噶啦，好啦。除咗 Taxol 咧，我大家都听过啦。女性好多时候咧，喺嗰个乳癌嗰、那个治疗嘅过程咧，就成日会用一只荷尔蒙药叫 Tamoxifen 啊 ，T-A-M-O-X-I-F-E-N。咁原来发现咧，呢啲咁样嘅女性用嘅荷尔蒙药咧，其实咧我一般咧就过去就以为咧用咗呢个药之后咧，会减低女性嘅乳癌嘅复发率咁但系咧，发现咧，虽然咧佢系表面好似咧系减低咗第二次乳癌嘅复发，咁通常啲乳癌嘅通常咧都系唔系咁危险嗰类型嘅，咁但相反方面咧，原来咧佢会
四倍对增加，另外一啲系更加强嘅，更加侵即系强烈侵犯性嘅，更加系致命嘅癌嘅肿瘤咧，系会增加四倍咁多。咁虽然系表面咧啊乳癌咁，希望佢唔好复发啦，系啦。咁但系问题咧，乳癌复发少咗，但系仲有一种系更加杀伤力大嘅、更加恶毒嘅肿瘤咧，系增加四倍。咁所以你睇到咧，其实呢啲人呢啲资料系好少人、好少人有机会咧喺大众传媒咧系接收得到嘅。好啦，咁我成日都咁讲啦，啊唔好做嗰啲包事啦，系嗰个即系抽。嗰、那個用嗰個針抽樣本嘅嘅檢查啦，咁因為原來發現咧，好多時候咧，如果我哋見到有一個腫瘤，咁我哋想睇下到底呢個係良性惡性啦，佢好多時候會用嗰啲叫 needle biopsy 嘅，係咪？係嗰個用嗰啲針孔咧去攞啲樣本嚟到即係嗰個檢查啦，發現咧呢個咁樣嘅步驟咧，係會將我哋嗰個癌嘅蔓延咧，去我哋嗰個淋巴咧。啊，去增加成50%， 即係增加50%嚇，一半增加咗嘅。咁反而咧，你就咁乾脆咧，就將佢割咗嗰、那個嗰嚿瘤啦，啊，嗰、那個乳房嗰嚿瘤啦。咁反而咧，係嗰、那個嗰、那個即係擴散嗰個機會咧，係冇咁高嘅。好啦，咁大家知道咧，係壓力嚇，壓力會導致癌嘅細胞啊，即係會增加我哋嘅癌嘅。咁我哋已經知道咧，有一種我哋叫做壓力嘅荷爾蒙啦，即係 cortisol 呢類嘅荷爾蒙咧，係原來咧係會保護癌細胞嘅自我消滅，而會增進癌嘅擴散同埋癌嗰個腫瘤嘅成長嘅嚇。咁仲有咧係間歇性咧係會將我哋嗰個免疫系統咧係即係減弱咗佢。OK， 咁亦都会咧系增加新嘅嗰、那个血球嗰、那个嗰、那个血管咧系嗰个增长嘅，咁所以咧咁如果嗰个病人咧即系好明显啦，如果佢系喺好大压力之下咧，咁如果啲压力嘅荷尔蒙咧就会真系令到癌嘅系更加即系嗰个更加出现得快，更加变得厉害嘅，咁。这个的资料呢，我知道呢很多时候呢，为什么人呢一被发现他是有癌，那这个一个压力啦。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就一去开刀之后呢，本来好地地的。但一走开刀之后呢，那很明显呢开刀是一个对身体一种很大的创伤，对个病人感觉上一个很大的压力的。OK? 那因为这个这样的压力和个开刀呢，是导致呢我们免疫系统破坏了。亦都咧係增進我哋嗰個細胞嗰個蔓延嘅啦。OK， 好啦，咁佢曾經做過一啲研究咧，佢話有乜辦法咧？我用一啲方法咧，係抑制呢啲咁樣嘅壓力嘅荷爾蒙，即係將 cortisol 啊呢啲咁樣嘅壓力荷爾蒙咧，係用某種嘅方法咧，係撳多佢咁樣。咁發現果然咧，如果你係有辦法將呢啲咁嘅荷爾蒙係壓抑咗佢，等佢唔會增加咧，係令到我哋嗰、那個手術後嘅生存率咧。是增加200-300% 嘅，啊，咁当然呢个用个动物嘅研究啦 ，OK， 好啦，咁再讲翻我哋个乳癌啦，咁如果我哋用呢啲好多女性就做咗之后咧，就用一啲所谓叫 hormone replacement therapy 啦，啊，用嗰啲荷尔蒙咧嚟到即系处理嗰、那个癌症嘅。手术后嘅手法啦，咁一个新嘅研究发现咧，佢呢个咧系会亦都会增加癌嘅散播，同埋令到佢咧系散播到去好多啲淋巴结嗰方面嘅。OK， 咁大家当佢知道咗之后咧，而家近年咧系医生咧系用嗰啲即系跟研其后嗰啲用嗰啲荷尔蒙嗰啲取代嘅治疗咧系停止咗减少咗咧，结果咧。真真正正咧，发现咧，我哋乳癌率咧系大大降低咗嘅。呢一节时间差唔多，阵间翻嚟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sourceradio.com 原网台，我系长焦低炒嘅阿毛。欢迎翻嚟原网台嘅自然疗法与你。咁呢一节咧，袁医生会同我哋讲下乳房 X 光检查嘅害处多于好处。咁如果大家有睇电视嘅话咧，都会成日见到有啲广告咧。在这里叫人家去做一些譬如自己检查的乳房啦，或者出去做一些测试，譬如照 X 光啊，这样去看自己会不会有乳癌的、哦。那其实在外国已经有很多报告呢质疑这个效益啦。那其实为什么香港会还有叫人家去做这个检查的呢？就是我一成功是啦。咁嗱，同大家分享一啲即係真實嘅嘅數據啦嚇。咁、有一位好出名嘅醫生咧，係 Dr. John McDougall， 佢寫過好多書嘅。John McDougall 咧，佢曾經咧就係喺即係佢係重温曬好多關於呢一個課題嘅科學文獻啦。咁佢發現咧，其實好多嘅研究人員咧都認為啦，其實咧。背后即是女士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呢，很多都是有背后有恐惧啦，同埋呢是不齐全的数据呢，同埋很多是因为呢是强大的个利益的原因呢，是将这些的错误的信息呢是给女性的。咁嗱，我们知道呢，在每一年呢用在那个乳房 X 光检查呢是几多钱啊，是130亿，即是12个 billion。咁用咗咁多钱之后呢，喺呢一方面呢，我从来都冇办法证实到呢做 mammogram， 即係乳房 X 光检查呢係有咩任何嘅导致我哋嗰个 X 光嗰个乳癌係嗰个率减低或者减低嘅风险嘅。咁之后话呢，佢研究咗呢啲嘅数据之后呢，佢好明显呢乳房 X 光检查咧系唔能够预防癌症，或者咧系令到嗰个防止嗰个癌症嘅散播嘅。好啦，咁喺加拿大最近亦都有一个研究咧，佢发现咧，如果女性咧佢系即系进行呢啲所谓叫做惯性嘅例行嘅乳房 X 光检查咧，如果佢哋系50岁以下嘅女性咧，其实咧。佢会令到自己死喺癌症嗰个率咧，系增加咗36% 嘅。咁如果嗱、那个问题就系咁嘅，因为咧，如果就算下呢啲咁样嘅 X 光乳房 X 光检查咧，系俾你揾到一个嗰、那个肿瘤吓，即系肿瘤要相当大吓，即系你太细粒咧，根本咧 X 光系睇唔出嘅。咁、当你能够大到你可以照得到、验得到、检查得到咧，其实咧。佢已经存在咗起码12年嘅时间㗎喇。咁所以呢，我哋喺呢成日讲俾人听呢广告成日话呢呢啲嘅乳房 X 光检查呢係属于一种叫做及早发现呢，其实係简直係荒谬同埋愚蠢㗎。12年之后你先发现得到，你唔可以话一种叫做及早发现㗎喇。好啦，咁仲有一个问题呢，做呢啲咁样嘅检查呢，好多时候呢有假阳性呢，假阳性的机会是几高啊？是 50% 的。咁之后话咧，有 50% 一半机会咧，佢就话你是有癌症，但其实你冇嘅。OK， 咁亦都有同样的机会咧，系话你冇癌症而你是有嘅。咁其实呢个喺外国都好多呢方面嘅官司出现过啦。咁啲女性咧系做不断咁做呢啲咁样，重复做几次咧，话佢系冇事嘅，但结果咧就尾期出现咗癌症啦，咁就跟住就导致啲官司纠纷嘅。咁
所以咧亦都话咧，做呢啲咁样嘅即系预防嘅癌症嘅预防咧，系即系可以荒谬嘅。咁点解咧？喺做呢个嘅检查过程咧，我知道咧，我哋嘅乳房咧系要被好大嘅压力咧去压得佢好扁嘅。嗯 ，OK， 咁喺呢个咁嘅大力压迫嗰个乳嘅乳癌乳房嘅组织里边咧，其实咧系会大大咧系增加嗰个癌细胞咧系蔓延咧系增加几多？增加80%嘅，80%嘅。咁问题就话咧，McDougall 医生咁讲啦，佢咧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女性嘅乳癌咧属于一种叫做那个原位性嘅。个乳腺癌啦，叫做 ductal carcinoma in situ， 咁即系话一种未人冇蔓延嘅原位性嘅乳腺癌咧。其实大部分咧，可以话起码10-17% 咧喺呢一类嘅癌症啦。咁其实呢啲癌症咧，如果你唔去搞佢咧，系冇事嘅，即系你唔会因此而即系致命嘅啊。咁你唔理佢咧，你到死嗰日都唔会有咩任何嘅问题嘅。但系咧。呢啲咁样嘅即系冇害嘅癌症咧，如果你系用呢啲嘅压，即系一种压迫吓嘅乳房嘅检查咧，系因为喺压迫过程咧，系催促佢活化咗佢咧，系反而令到佢咧系成为一个蔓延性嘅乳癌嘅。好啦，咁喺1995年咧，另外有两位医生咧，系 Dr. Wright 同埋 Dr. Mueller， 系喺BC 省 BC 大学咧，咁佢研究咗。差唔多所有當時有嘅文獻同埋呢方面嘅研究啦，即係嗰個 X 光乳房 X 光檢查嘅研究咧，佢發現咧根本大部分呢啲大型嘅研究咧係完全冇任何嘅數據咧係顯示咧呢個嘅 mammography 嚇呢個嘅 X 光乳房 X 光檢查咧係會增加女性嘅個生存率嘅，相反地咧。佢其實咧，佢係會減低女性嘅生存率，同埋咧係死喺癌症係會仲更加多嘅。咁佢結果咧就將呢個嘅資料咧，就係喺嗰個 Lancet 啦，係嗰個針刺個嗰個醫學嘅文獻咧，係刊登咗出嚟嘅。咁即係話咧，佢話咧用呢種嘅 X 光乳房 X 光檢查咧，嗰、那個害處咧係非常之大。呢、這個就佢嗰個係個結果嚇。好啦，咁另外一個研究咧，這個研究咧就喺丹麥嘅，喺一個叫 Nordic Cochrane Centre 呢個丹麥嘅一個研究中心咧。咁佢亦都咧就刊登咗一個研究咧，發現咧呢啲咁樣嘅 X 光乳房 X 光檢查咧，嗰、那個害係害嘅女性咧係10倍於多過佢幫到嘅女性嘅。即系你睇到嗰个创伤系几大，咁佢发现咧，佢当时咧就佢就研究咗喺美国、加拿大、苏格兰、瑞典咧有7个呢啲嘅所谓叫做尸检啊，乳房尸检咧，咁嚟到研究佢到底好处同埋比较坏处咧，咁呢啲嘅研究嗰啲作者咧都发现咧。每2000个女性接受咗呢、這个乳房 X 光嘅检查咧，喺10年里边咧，佢话只能够有1个咧系会因此而寿命咧系增长咗，但有10个咧系因此而导致咧系无谓嘅，同埋咧系有危险伤害性嘅治疗。咁将你睇到嗰个问题系好多好多研究噶啦，但系好奇怪咧，呢啲资料咧全部喺医学杂志咧系大型嘅。唔同國家嘅研究已經做咗出嚟噶啦，好啦，咁另外一位咧就喺一位叫 Dr. Jones 啦，咁佢係哈佛大學嘅受教育嘅，但而家喺多倫多啊，咁佢亦都係一位婦產科醫生啦，咁佢話咧，佢話呢啲咁樣嘅所謂及早診斷咧，係全部係一個謊言嚟嘅，佢話咧，佢起碼咧要成8年嘅時間咧。嗰、那個瘤種咧，先至能夠大到咧，係可以俾呢啲嘅方法咧，係檢查得到嘅。OK， 咁即係你完全唔可以話咧，呢啲係屬於叫做及早發現嘅一個步驟嚟嘅。咁仲有一位 Dr. Samuel Epstein 啦，佢一本書叫做《Politics of Cancer》，即係癌症嘅政治裏面咧，佢指出咧，佢話咧係做呢啲咁樣嘅檢查裏面咧，起碼4个裏面有1个咧。
即是讲年龄40岁到49岁即是年轻的一群呢，起码有四个里面有一个呢是找不到的，是错了的。咁但是呢那个国立癌症那个研究所呢，他将这个这样的假阳性那里呢是更加高，不是四个有一个，是40%。即是如果你的女性的年龄是40到49岁呢，假阴那个假阴性呢是差不多是40%、嗯。即是说呢你有时呢他就有 40% 的话你是没事的。咁、啊、这个讲緊呢是40岁到49岁的女性啦。咁但是呢发现呢如果年纪大啲嘅呢那个情况会不会好啲呢，是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呢他亦都承认啦，他说这个这样的mammogram 呢其实呢都有 10% 的女性的恶性的肿瘤呢是都是即是检查出来的。咁他说呢另外一位下 Dr. Russell Blaylock, 一位西医来的，你全部这个讲真全部都 是西医。背景的研究人员，他发现呢每年做这些这样的 X 光、做乳房的检查呢，其实呢是每年呢是令到你、生乳癌的危机呢是增加 2% 的、嗯啊、即是说呢如果你每年去做一下做一下呢，10年之后呢你是增加 20%、啊、非常的即是你可以看到、啊、所以呢在2001年早期呢很多很出名 的医学的专家呢都已经警告啲女性呢就唔好用呢啲 X 光嘅。ok 咁、嗯另外有一个一个研究人员 Dr. Goffman 呢，佢即係佢陈列咗好多嘅不同嘅研究呢係支持佢呢个结论呢，即係佢话呢 75% 嘅乳癌呢係因为呢啲咁样嘅 X 光係导致嘅、嗯啊。即係你因为做嗰啲唔同嘅检查同唔同嘅治疗导致嘅。咁而嗰、那个美国癌症国立癌症机构呢，喺1974年呢有一位 Professor Malcolm Pike， 佢当时呢系南加州大学嘅医学院嘅一位教授呢，佢话呢佢话根本呢今时今日叫啲年龄低过50岁嘅女士去进行呢啲嗰个乳房 X 光嘅检查呢，系近乎已系不道德嘅行为嚟。嗯，好啦，咁Dr. John Goffman 呢，咁佢亦都係喺1990年呢就出咗一本书啦，一个研究嘅报告呢，咁佢话呢喺近年来喺美国啊乳癌嘅出现率呢，其实呢係差唔多有75% 呢係因为过去呢係接受过呢啲嘅医疗嘅 X 光嘅受害者嚟。喺佢本书里面呢亦都讲到啦，他说呢我们有所谓叫做 hypothesis， 即是假设啦、啊。他说呢其实呢是现在的即是医学用的那个照射呢那个辐射呢，其实呢一个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呢，是导致美国在20世纪这个期间呢是很多癌症的死亡的导致原因来的。OK？ 咁当然呢我医学的 radiation， 即是医学用的辐射呢，包括呢好多啲 X 光嘅检查啦，亦都好多啲係嗰啲荧光 X 光嘅检查嘅 fluoroscopy 啦，仲有好多啲係 CT scan， 因为 CT scan 呢用个 X 光嘅嗰个剂量呢係比较高嘅，因为要影好多好多张好多层㗎。好啦，咁另外一个假设二啦，佢话呢就算下你用嗰个辐射嗰个剂量呢係好低或者係中度低呢，但佢亦都会导致呢有一样嘢呢，就好多人好少人諗到呢，就係、是、我哋嗰个缺血性嘅心脏嘅病。哇，点解呢？点解我哋照 X 光会导致我哋心脏病呢种嘅出现呢？佢话呢好可能嘅机制呢，就因为呢啲咁嘅辐射呢係导致我哋嗰个冠心脏嗰个血管嘅异变，导致到呢係出现好多啲咁样嘅坏功能的肌肉的细胞，导致呢是于是呢出现了很多呢是我们那个冠心脏血管里面呢是很多的微细 的肿瘤。咁原来呢 X 光照 X 光做转得多呢是亦都会增加我们心脏病的。嗯，唔该晒袁医生，转头返嚟继续自然疗法与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肠水疗引进香港。我们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欢迎回来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这一节我们会讲一下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袁医生，这个研究所其实成立了很多年的了，它专是研究关于癌症啊、癌症治疗这样的。究竟它有没有帮助呢对于人类？有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呢，曾经有位代理嘅主席啦，系 acting director， 曾经讲过一样嘢嘅。佢话咧喺呢度，即系讲美国国家咧，佢一般嘅市民咧系冇足够嘅背景咧，系可以让佢哋咧系选择啊，即系对选择同埋应用嗰个治疗工具咧，系可以做能够做到一个开明嘅决定嘅。咁即系话咧，大部分人咧系自己都唔知道点样去做。自己都唔識得選擇，咁於是乎咧就好依賴咩咧？好依賴呢啲國家嘅研究所啦，係咪？以為咧佢哋發出嚟嘅指引咧係應該係一定係即係好有研究嘅基礎啦。咁我哋知道咧喺美國咧每年咧嗰、那個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啊，咁其實每年嗰個費用有幾多？即係用幾多？個 budget 幾多？係40亿。40亿每年咋吓？咁而佢制造咗好多咩咧？咩都冇，只系制造好多啲欺骗啊，同埋咧系谎言，同埋好多收买嘅吓，好多收买，同埋咧系好多嘅政府嗰啲所谓嗰啲说客，啊啲钱用喺嗰度，同埋佢哋人工咧系高到离晒大谱，可以咁话咁讲咧，系完全冇任何嘅真实嘅有关健康嘅信息出现过嘅。OK， 咁好明显咧，呢一班人咧，呢群人咧，系主要咧，佢嘅工作咧系咩咧？系绝对支持我哋而家所见到嘅常用嘅冇效嘅野蛮嘅切消毒嘅手法，即系开刀啦，那个辐射啦、放射啦，同埋化疗嘅方法嘅。咁而仲有咧系。过去咧不断咧系对任何有建设性嘅自然嘅医疗方法咧系不断咧去打压佢哋嘅，咁所以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咧其实佢过去咧就系做紧呢样嘢嘅。好啦，咁呢个情况你点睇到出嚟咧？原来咧喺佢哋嗰个研究所里边嗰啲成员啦吓，即系嗰啲即系活跃啲嘅成员咧，90%呢啲成员咧系喺研究中心咧。是攞到好多呢啲所谓个研究基金嘅。咁而其中呢 ,70% 呢个嘅国立研究所嘅个资金呢係俾一啲喺 board 里面嘅，即係个委员会里面嗰啲成员呢係攞咗，係俾佢自己嘅。在香港来讲呢，这个呢是叫做什么利益冲突得很离谱啦，是不是？香港肯定廉政公署就捞到介入的啦。但在外国呢，原来呢那个情况是发生到是这么差的。就是说呢，就是用钱的人呢往往呢是将大部分的钱呢就是用在自己身上的。那这个在外国呢是就是在外国呢是一个惯常的用法。那他又叫这些叫做什么呢？叫做同行的审查啦、peer review 啦。亦都呢所谓呢就叫做呢係癌症嘅研究啦。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呢过去下任何喺美国癌症机构研究所做出嚟嗰啲所谓嗰啲文献嘅嗰啲研究呢，其实呢大部分呢都系呢係不可信。同埋呢係全部呢係一种我哋叫做corruption 嘅，一个贪污做出嚟嘅。好啦，咁喺原来在1990年呢，当时癌症机构呢
就委托咧Dr. Ralph Morse 啦。咁 Dr. Ralph Morse 咧曾经喺美国嘅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系一个好出名嘅世界有名嘅癌症机构里边咧，系做一个那个 PR 嘅 director 嘅。佢专门将嗰啲癌症嘅资料咧系即系宣布出去嘅。咁当时咧，佢咧就话咧就被要求咧就一个研究人员咧就将一个叫做 can cell 啊 can cell 咧系一种医疗癌症嘅工具嘅。咁1990年咧，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咧就要求咧就系、是、提供呢种咁嘅工具叫 can cell。咁咧佢就于是咧就用喺研究喺58种唔同嘅癌嘅肿瘤嘅样本里面咧，佢发现咧所有95%嗰个肿瘤咧，可以话咧系完全都系减即系缩细咗嘅，可以咁讲咧系100%咧系有效嘅。咁于是呢班人咧就将佢咧就写咗一份报告咧，同埋大家都签署咗噶啦。咁但当然啦，佢哋咧事后非常之后悔啦。咁因为咧，既然一个咁简单嘅工具，就唔系化疗、电疗啊、辐射嗰啲工具咧，咁其实佢哋自己研究咗咧，系真系有效，而签署晒发咗报告嘅。咁最后咧，佢哋咧就系直情抵赖咧，佢从来都系冇做过呢方面嘅研究嘅。OK， 咁即系话咧，佢哋用尽方法咧，唔俾人知道咧，原来有啲嘢咧系真系可以帮得到人。佢哋会遇到呢啲情况，佢一定会打压咗佢嘅。咁另外咧，有一位叫 Dr. Harold Manner。咁佢系咧系芝加哥嘅 Loyola University 吓洛啊个洛啊约拉系嗰个生物学嘅一位主席教授嚟嘅。咁 Dr. Harold Manner 咧，我早年咧我亦都系喺听过佢讲 talk 嘅，因为当时我都成日去外国嘅好多嘅癌症嘅会议啊，咁都系讲自然医疗嘅研究中心啦。咁呢个系好耐之前嘅事啦。咁 Dr. Harold Manner 咧，我记得咧，我亦都系听过佢个讲 talk 讲座咧。咁佢亦都有佢嗰个医癌嘅方法。咁佢话过咧，佢当时咧喺 Loyola 大学里面咧系做咗一个对 Laetril 嗰个 Laetril， 大家知道咧系苦杏仁苷嘅毒素嘅测试研究啦。咁发现咧，佢就将呢个资料咧。就係喺刊登出嚟啦，喺嗰个美国国立癌症个机构嗰个刊物里面低登出嚟啦，而竟然呢嗰个机构呢係完全呢係拒绝嘅。完全唔俾佢登出嚟嘅啦。记住呢位係 Dr. Harold Manner， 係 Loyola 大学芝加哥嘅一个大学里面呢係 department chairman 嚟嘅。咁佢做咗呢个研究之后呢，咁不如应该刊登出嚟啦，係完全拒绝。因为呢证实咗呢呢个嘅苦杏仁苷即係 Laetril 啦，係完全係冇毒素，即係咁简单啫。咁就佢完全，因为好多人成日都话呢杏仁嗰啲呢唔好食咁多，因为有生癌嘛，係咪叫你唔好食咁多，有生癌。咁原来佢个研究发现呢係完全係安全嘅，但佢哋唔肯将呢个资料登出嚟㗎啦。好啦，相反地有位 Dr. David Grassetti 啦，佢话咧，佢哋发现咧，如果佢用一种所谓叫做神奇嘅抗生素吓，1973年嘅，有一个叫做Rifampin，咁呢个系 Dow Chemical 嘅制造出嚟嘅一个所谓当时认为神奇嘅抗生素啦，呢、这个咁样，佢一剂 Rifampin 呢个抗生素咧，系会。令到老鼠嘅癌症咧，癌室癌咧系会喺扩散嘅，即系讲紧用一剂嘅啫。OK， 咁当时咧 ，Dow Chemical 咧就系喺嗰个美国国立癌症机构咧系有咗一个合约咧，系有成$900,000嘅合约咧系做呢个研究嘅。OK， 咁而研究出现咧，发现咧系完全咧系对佢嗰个制造出嚟嘅抗生素咧系不利咧，结果咧。佢系完全可以咧，系唔提都唔提嘅。你记住啦，美国国立癌症机构俾 Dow Chemical 一间药厂咧，俾佢$900,000做呢个研究。
咁而做出嚟嘅化验嗰个结果咧系咁差咧，咁嗰个研究咧，佢话我哋佢系可以话唔使登嘅，唔使讲俾人听嘅。当然，咁所以你可以睇到咧，即系呢啲咁样嘅嘢咧，系简直咧系即系得大家好多人都唔明噶吓，乜乜机构啊，乜乜 FDA 啊，乜乜啊，即系呢啲咁样嘅啊嗰、那个啊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咧，我自己会讲噶啦吓。其实咧，佢根本所做嘅嘢咧，系完全咧系违反我哋一般人委托佢，我以为佢做嗰啲嘢嘅。OK， 咁所以你睇到咧，佢哋好多做呢方面嘅研究咧，系故意咧系做一啲负面嘅研究嘅。啊，譬如关于 Laetril 嘅有效嗰个研究咧，佢通常咧系故意咧系将嗰个研究咧系做到咧系结果咧系负面嘅。佢通常咧就点样咧，就用嗰、那个。譬如用嗰个癌细胞嗰啲个案咧，系用得好少嘅，即系你根本系冇代表性嘅。咁咧，仲有咧，医治癌咧系一定有一样嘢系一定要做嘅，就系我哋嗰个营养嗰方面嘅补充系必要嘅吓。即系如果任何嘅人医癌咧，系完全唔照顾我哋嗰个健康个饮食嗰方面咧，系根本系可以咁讲系唔会有效噶啦。OK， 咁通常咧，佢将个观察嘅时间咧系好短嘅。OK， 咁同埋咧。是他用了很多这些所谓叫做 Laetril 呢，是那个苦啊杏仁甘呢，他入面呢是到底那个啊那个化学的成分有多少呢，是完全呢是没有讲出来的。嗯。那结果呢跟着说呢，我们用了这个方法呢，其实呢是没有帮助的。那而很多时候呢，他曾经用那个是口服的啊个 Laetril 呢，他发现呢他加了一些 cyanide urea， 他就加一些有毒性的东西在这里。OK， 咁当然咧，系做到呢种咁样嘅情况之下咧，咁同埋咧，佢喺嘅 Mayo Clinic 全世界出名噶啦，吓梅尔嗰一个好大嘅喺 Minnesota 一个诊所啦，佢将嗰啲咧系病人用咗呢个系发现有反应嘅啲人咧，系全部咧系将个数据嘅分析里边咧全部消除咗嘅，咁将你睇到咧，咁 Dr. Hans Napier 咧系一个啊系一个德国嘅好出名嘅肿瘤科嘅西医啦。咁佢亦都自己咧係有差唔多寫過成過200篇嘅醫學文獻嘅一個咁權威嘅嘅醫學人士啦。咁佢就質疑佢哋呢個方面嘅做法咧。咁佢哋結果咧嗰個研究嗰方面咧，Mayo Clinic 咧就冇抵賴啊，即係佢講係完全啱嘅啊，將嗰啲有效有反應嗰啲係全部咧冇加落去統計數字啦。咁將你提到咧，今日好多好多我哋所謂官方啊俾我哋嘅呢啲咁樣嘅資料咧。其实咧根本系错嘅。好啦，咁仲有一位有啲研究人员咧，系好希望咧，呢个系早期咧，系1952年啦，佢做好多啲研究咧，睇下我哋个工业方面嘅环境咧，会唔会导致有癌嘅出现啦？啊，咁呢个应该系好有用嘅工具嘅研究嚟嘅，但结果咧一早咧喺美国嘅 Public Health Service 咧。PHS 嗰度咧，系完全系禁止佢做呢啲咁嘅工业嘅研究嘅。咁即系问题好简单咯。如果你发现咧工业嘅危害、工业嘅致癌嘅物质咧，系如果俾你研究公布咗之后咧，就会出咩问题啦？影响佢嘅生意。咁一个第一生意咧，第二就有几多咩啊？好多官司、好多诉讼会出现咯。咁结果咧，佢就咧系禁止佢进行呢一方面嘅环境致癌嘅研究嘅。OK， 咁所以好啦，如果大家知道背后这个的真相呢，你会不会再信官方讲给你听的资料呢？不会，要自己分析了。没错。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时间差不多了。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海外的听众亦都可以用 Skype 和 iPhone 的 FaceTime 和袁医生网上面会诊，但要预先安排都可以打返以上嗰个电话 2577-3798， 或者 email 去 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温返我哋嘅节目，可以上我哋嘅网址 www.soulcewadio.com。 唔该晒袁医生。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红泪疗法疗剂咩嚟噶？有咩用噶？
同类疗法疗剂已经有250年历史噶啦，系世界上第二大嘅医疗系统，英国皇室都仲用紧噶，所以又有人叫佢做皇室医疗。哇，听我好似好劲咁，喺边度有得卖噶？喺铜锣湾嘅六创意健康店就有啦。六创意健康店有超过1000种同类疗剂可以俾你选配，佢哋有超过25年嘅同类疗剂相关经验，可以话系全港品种最齐、服务最周到嘅同类疗剂销售店。除咗逐只逐只咁配，佢哋仲有疗剂套装，例如系家庭套装就适合放喺屋企看门口，又有旅行套装细细盒，方便带住周围走。咁嗰间六创意健康店喺铜锣湾边数噶？六创意健康店的电话是2882448，网址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